一开始呢，林柏只会稍微的直线前后摆动，慢慢的呢，它摆动的幅度会变大，变大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开始下指令了。现在立刻将赖燕婷的小我的全部的意识力降到零。好，它转了40圈左右呢，就又恢复直线前后摆动。现在再接着下第二个指令。现在立刻将赖燕婷的高我的全部的意识力提升到最高。同样，它也刚好转了40圈以后，又变成前后摆动。然后再接着下第三个指令。现在立刻将赖燕婷的全部的财运提升到最高。他转了大概55圈以后，又恢复前后摆动了。好，OK，关掉。